7:51，要去青岛了，要去特种兵了，要咱就是说要去战斗。所以初舞台是个什么样的？初舞台是一个很好哭的舞台。咱就是一个非常走心的，然后非常歌词向的这么一个歌。为什么这次初舞台没有选一个哐哐哐哐唱跳的呢？因为我觉得就是我比较喜欢咱就是不走寻常路，咱就是主打一个出其不意。然后呢，我觉得走心的可能在我的所有的舞台里边，它比如说像抒情一点的歌，它可能偏少一点。其实，然后呢，再加上这个舞台对我来说意义它不太一样，所以初舞台我就选择咱们就是一个走心。现在我们要去现场跟编剧们开会，开完会之后我要学舞。学完舞之后我要看要那个要让节目组看一下秀，这次舞蹈咱们就说一个偏现代舞的感觉。所有人都觉得我要炸场的时候，哎，咱们就偏不，咱们就是来一个出其不意，一身反骨，然后还有一个走心，就是这种很放松的感觉，然后再慢慢接待，不要看他，然后就是完全是放松的享受的这种感觉。人骨头要散架了，给你们就放往前跑，往前跑，对不起，松了，对啊，起，啊，这个起也可以随便自己加手，出，啊，松，松，下，啊，加下速，五，六，七，八，打，哎呀，八，我们，八打，对，好一点，好一点，啊。我要过去。其实你不要憋气，不要憋气，你是又吐又控制，就是把气沉到这儿就够了，往这儿凑。哎，对了，是这样。然后你的感受一定要跟着手感，你休息啊，蹦，顺顺走，走左脚。你的左脚在干嘛？特别像鸡爪，它是什么？1 2 3 4 6 7 8 2 3 4 9 6 7 8 8打咚咚咚咚咚，哎呦，这晕了。对，缓，走，走走走走，哎，好一点，是这个感受了。是这个感受，是这个感受。哇呀，毛腾腾！五打六打跑，怎么办嘛？哦，加速加速，好，就是两步步步。
深深的脸吗？少原谅那双的总总幻魔里奔向我，总幻魔里奔向我。这个什么妆？发现老师给我回答一下。发现老师讲解一下今天的妆容。破碎妆。呀呀。那发型是？破碎发型。咱今天主打一个破碎。对。我整个人也是破碎的，因为想碎了。好再唱就又要被感动了。昨天是谁在哭？我哭啊，大哭特哭，大哭特哭，哭到自己缺氧，快冲过去了。对，但我其实觉得这样挺好，就是说演的前一天每一个释放，今天的这个状态就会没有那么够，因为你太投入的话，我怕我第一组就唱不了。烟草又飞过，夏夜会复活，证明不管你失去什么，冬天升起了烟火，就原谅大雪寒冰。
天哪，现在咱们就是说现在是早晨的4:28，我下班了，天亮了。